爸呀，他们说你跟阿鲁长得像啊。谁说的？谁呀？就评论区那些人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总拍我，别得拍。咋的？你也觉得像啊？我可没说啊，你自己看吧。看什么？我讲身长了，真是的。当我比他帅就行。哎呦我的妈！别纠结了吧，快做饭去吧。不饿了，没心情。那我先吃点这个吧。哎，这啥呀？这是木有仙的重庆小面，它用的零脂肪面饼，不含反式脂肪酸，吃起来也没啥负担，想啥时候吃都行，热水三分钟就泡好。那啥，给我来一个。那你先吃。这玩意儿行啊，香辣鲜香。不说你不饿吗？你哪那么废话？又开始上头。啊？你瞅我干啥呀？其实跟你更像。哎呦！